你那小子干什么？我赶紧给我走，非找滚关系，找不了滚关系不要回来了。妈，你讲点道理好不好？我这条腿在部队就受伤了，十几年都没找到工作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带着麻烦我还得有办法了，赶紧给我走。老婆，压弯不了了，这把船扶上去吧。好好，把箱子拿着，咱们走吧。妈要老那一天，妈要是为你好。哎，老婆。哎呦，我不行了，我得歇一会儿了。歇会儿咱们继续找工作啊。你干嘛去？赶紧回来啊！等一会儿。招工启事，招保安，退伍兵优先。马虎，你也太牛了。喂，你好，你那边招保安是吗？在哪个位置呀？好嘞好嘞，马上就到。走马虎。哎，张总，我就是刚才给你打电话的小徐，我来应聘工作的。哎，你好你好，到房方那坐一会儿吧，先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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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，马虎。张总，这是我的退役证和退伍军人上台证，你看一下。其实我本人是非常想慰问你的，但是呢，你带了一条狗，这个呢确实没有办法。张总，就照顾一下吧，再考虑考虑。这个没办法，到哪上班也不能带一条狗啊。好吧，张总，辛苦你了。老婆，走吧，我们回头换个地方。哎呀，阿霍，自己玩玩去吧啊！阿哥赶紧打电话找工作啊，再找不到工作呀，咱俩今天留到天明再录了，去玩去吧。拿来吧你！哎呀，我的包包抢劫了！抢劫了！救命啊！抢劫了！抢劫了！快点！我操！哪来那么大的狗？小狗狗，谢谢你把我的包包拿回来呀、啊！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、啊？你的主人呢？带我去好好感谢感谢他，怎么教育出你这么棒的毛孩子？喂，张总，你好，你好，我看到你们公司在招人了，现在人够了吗？好吧，好吧，那麻烦你了。哎，马虎，你跑哪去了？这谁的包呀？你就是小狗狗的主人吧？对呀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你的狗狗啊，真的是太棒了！我刚才在路边遇到了劫匪，还好是他赶走了劫匪，把我的包包给拿了回来。然后我就让他带我过来感谢你来了。哎呀，他本身也主要退役犬，经常见义勇为的，别客气了。我看你在打电话是在找工作吗？是呀，我打了一天的电话，一个工作都没找到。哎，现在工作呀，
我呢是安乐集团的负责人，我们那里呢刚好缺了一位保安队长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可以跟你的狗狗一起过去。真的吗？可以带狗狗一起去啊？那太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马虎，这下多亏你了。